好，来，那我们所有的党团啊，都已经到我们的协商的办公室。那我们现在进行啊，我们朝野协商啊。那这一次的党团协商是有建议啊，民进党党团啊，总共有66人提出啊，召开临时会相关的议题啊。那么啊，我们现在就请各党团来表示意见。那首先我们请民进党党团。好，院长各位委员好，大家早哈。那今天我们民进党党团针对这次临时会，提出我们的啊召集依照宪法69条，还召集临时会哈。那我们希望用这个临时会大概。我们主要是处于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年金改革，那年金改革包括三个法案，也就是公务人员退伍法以及哈、教师的退休福利条例以及政务官退休福利条例哈、另外就是前瞻基础建设条例，那整个临时会我们就集中在这两类的法案，当然年金改革是有三个法案，总共4个法案哈。那至于，我想大家都很清楚，年金改革已经到了大家面对的时刻啊，因为造成着整个这个基金的破产哈。那这个我们必须要负责任来面对的处理。那整个年金改在委员会也有经过冗长讨论以及通过的发言。那本党对年改的版本也照院长指示，我们昨天的修正案版本昨天也送到议事处去了。那至于前瞻条例，那条例是不多，总共11条。那虽然过往在委员会大家有一些真实的看法，我希望这个是对于整个国家投资未来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建设。那我们可以横看现在整个世界各国，我们在国家基础建设上投资是在亚洲国家现在属于落后。我们看还有川普上台以后也提了1兆美金的基础建设，甚至安倍或28兆日元，这个是每个国家是要面对的。尤其我们现在对于经济发展上面，这个必然可以带来乘数的效应。总来讲，这是建立在一个储备以及心力的立场上。我希望说，在这个国家关键时刻，大家能够来予以支持。那整个临时会的时程啊，我们从礼拜三开始啊，我们建议啊，礼拜三上午先开谈话会，那下午转为院会，那当然明天的中午必须开程序委员会。那时程从6月1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到7月5号。总共的时间，我们认为这样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以上报告，请各党能够予以支持。好，那么刚才民进党党团提出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关系文书就是我们的资料民进党党团是建议6月14号就开始第一次会议。那么6月14、15、16，礼拜五，然后19、20，这一个礼拜是一次会，然后6月21号、22、23，然后26是为第二次会，然后27、28、29、30第三次会，然后7月3号、4号、5号为。第四次会就是在临时会这一段时间大概我们要签到4次就可以了，不是每天都签到就是有些是5天一次会，有些是4天一次会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依照宪法以及我们的这个立法院组织法相关的规定民进党党团是依照相关的规定来提出请求召开临时会这个整个的程序都符合，
所以现在就请各党团表示意见啊、哦，来，请国民党党团。啊，谢谢院长，各位党团的总召哈，各位书记长干部，我们党团对于民进党所提召开临时会的提议啊，表示反对。在这个时候，虽然在审查会的委员会的审查会都已经完成了相关的审查，但是呢，根据民进党的提案，他这里特别提到了具有迫切性的议案。我不知道年改有什么迫切性，我不知道前瞻有什么迫切性，在我看来完全没有迫切性，所以并不符啊相关的规范说召开临时会要提出一个迫切性的法案需要处理，这是我们第一个立场。第二个呢，在我们的审查会的时候，尤其是针对前瞻，我们已经表达了非常不以为然的意思。那么直到今天，陆陆续续的陈伯智各位民进党的好朋友、好民意民进党的好朋友，通通都在检视，甚至提出异议反对要求，有了非常清楚的可行性评估、效益评估以后，再检讨这个整个前瞻的内容。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我们还是要执意的往前吗？我个人非常的反对。那么至于年改，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改革，需要改革，我们支持改革，但是这样急迫的来短期，甚至总统亲自下口令说要速战速决这样的用语，我个人非常非常的不以为然。历史上啊，大凡改革呢，一定是循序渐进才会成功。我们看了很多的这个变法呢，历史上的变法只要操之过急，通常是失败收场。当这个影响所及百万以上家户的年改这样子急迫的推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见这些受到影响的朋友呢，心里面的愤怒转为怨恨。哦，这个我们看在心里啊，是痛在心里面，所以我们不认为这个有急迫，应该考虑延后。我们党团今天要特别针对刚刚或者是即将发生的巴拿马跟中国建交这件事情，要表达一个重要的一个建议。因为外交部已经宣布十点半就要召开记者会，显然这件事情已经成真，已经成真。从过去520去年的520之后，我们一再的提醒我们的政府，执政的民进党要改善两岸关系，才能够在国防，才能够在外交，才能够在国际组织占有一席之地，或者是得以缓解国防的这些需要。但是我们看到我们的蔡英文政府不但没有在这个两岸关系找到解决方案，甚至导致了我们去年的普林斯比断交，今天这么重要的巴拿马这个国家也跟我们断交，对中华民国的国民而言呢，是情何以堪。大家都直指蔡英文要负责任，因为他就是负责国防外交两岸关系，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案邀请总统到立法院做国情报告的提案。提案的内容是这样说：本院国民党党团有鉴于经文与我国建交达107年的邦交国巴拿马，将继非洲国家圣多美普林西比再度的跟我国断交。蔡英文总统执政一年以来，宣示两岸维持现状，却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
以致双方关系急速倒退，降至冰点。我国肯尼亚的代表处被迫退出首都内罗比，并在参与国际民航组织大会 ICAO、 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以及世界卫生大会 WHA 皆无法顺利的出席。现在巴拿马在台湾、中华民国、关系是最长的一个邦交国，在中南美洲也是重要的一个友邦，双方关系可以远溯到清朝，在1910年1月16日建立领事级外交关系。巴拿马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终止双方长达107年的邦交关系，对我国外交关系的维系以及拓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蔡英文总统执政以来，外交以及两岸关系皆无法有效的推展，已经严重影响国内经济成长以及对外实质关系的建立。原此，提案建请蔡英文总统应依《中华民国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第三项以及《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二章之一的规定，于本会期临时会期期间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向国会以及全民说明我国现阶段两岸关系以及外交政策方向，以稳定民心，是否有当，敬请公决。提案人：中国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廖国栋、王一鸣、林卫洲。以上。好，国栋，不过这个前面跟后面有吗？你先坐着。临时会的提案啊、临时会的提案不能用党团啊、那个总召廖总召，临时会啊、廖总召，临时会的议案不能用党团，要有四分之一的联署，所以要用联署啊、你才能够提案。好、那要在临时会啊、讨论这个案子啊、能不能你就依照议事规则来啊、好，就是要用四分之一的，依照临时会的规定啊、要四分之一的委员联署。那另外就是啊、不管是哪一个国家跟台湾断交，都是整个国家要面对，每一个党团要面对的事情啊、如果国民党党团要提出这个案子，我们今天能不能有一个共同的决议？先对外啊、那明天你的案子来，我们明天再到谈话会再来讨论啦。好、你没有对外，那我们怎么？好，那现在好来，我们现在请时代力量党团来。好来，请洪军。有外宾来哈，院长还有各党的各位同仁哦，这个其实两个方向啊哈，现在就是说这次临时会的召开哦，就是针对年金改革跟这个前瞻的两大议题啦哈。其实我也在这个地方跟院长呼吁一下哦，其实。当然这个议题，重大的议题要来处理，我们应该要汲取哦，其实长期以来在立法院哦，要开临时会是一件很不容易，要很大的重大事故才有办法去开临时会。那从长期以来哦，我看到从这个陈水扁时代到马英九时代到现在哦，已经这16年来哦，已经把这个临时会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化。那这个常态化，这个、哦、我是觉得，其实如果立法院的院会的期间，如果真的是不够开，是不是大家应该好好的去把它反省一下、检讨一下，是不是把立法院的院会的期间哦重新检讨一遍哦，而不是每次哦。我在立法院这十六年来哦，几乎每到休会期间就是临时会，
这个如果翻开以前的回顾，他以前的他的看到这个临时会的要开会的他的基本的宗旨哦，其实这个是以在以前的时代的话，要开这个临时会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化了。那这个原因究竟是怎么一样子？那如果是该有的定期的会议时间不够，那我们是不是要好好的各党大家坐下来，好好的把这个检讨一下？哦，我是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针对临时会，既然议题已经定了，照程序也已经走了，那我们该开的，在亲民党的立场上，我们不会去表示反对。不过，我们必须要提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跟逻辑，要来呼吁执政党呢，就是说，其实各党都有针对年改也好，针对前瞻也好，都有提出他的看法跟内容。我希望执政党在这个地方，特别是民进党在这个地方，应该是好好的来针对包括广纳社会的意见，做一个程度的修正。不要忘记一例一休的教训。一例一休当初就是因为很仓促的内容，也没有去好好的去检讨到一个很细腻的一个程度，现在造成它的负面效果、副作用出来了。哦，那包括现在的年改也好，包括前瞻也好，既然有这么广大的意见的话，那临时会要开，应该借由这个开会的期间里面，这四次的会议里面，包括各党的意见，包括社会的意见，好好的去做它的一个程度的修正，千万不要一字不改的。那提各党的看法，有合理的一个情况下的时候，该接受的，我是建议应该要接受。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法才是一个真正，这两个重大的法案才是真正对国家利民利国，这个才是好的一个法案。好，我是在这个地方做一个虔诚的一个呼吁。好，谢谢啊，李总召哦，这个说出语重心长啊的一段话了啊。好，来，我们请世代力量。刚才总召提的，其实我们是心有所感呐、啊，哈、哦，这个，可是我们要正式会期哈、哦，这个总召也知道哈、哦，能开会讲话时间真的是太少了哈、哦。OK， 我想时代力量立场是这样哈、哦，在临时会处理年改，我们是全力支持的，我们觉得这应该尽快哈、哦，所以，可是我们认为说，是不是因为也很多消息说要开三次，好、哦、或几次？那我们是不是在趁这次政党协商的时候，把整个临时会这个夏天要开的临时会的次数跟内容，好、哦，是不是可以好好哦谈一下？好、哦，如果真的要开到三次，那是不是哪些议题可以放进来处理？好、哦，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透过这次政党协商来谈。好、哦，那第二个，因为今天早上也有所谓巴拿马跟中国建交的问题。那最近关于亚尼的事情争议也很多哈，听说公民联署已经到13万人哈。那之前时代力量立场也很清楚，好，针对前瞻，我们是希望院长好能到院来报告哈，不是到预算这个层次哈，而是整个这个前瞻的内容好跟条例哈。那再加上这些国内外这些变化啊，我们也恳请就是说执政党党团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哈。以目前这么多事情，那院长。这个国民党都已经提到要总统来了，好，好，虽然当然逻辑上有点问题，到底要不要开临时会？如果不开，总统怎么来报告？哈，不过这个我们尊重了，好，好，好。那我是觉得，就是说也恳请执政党党团这边好好想一下，目前这些冲击，好，院长如果不来院报告，好，针对这三大事情有说明澄清的话。这个社会支持如何？我觉得这个是执政党党团要考量。好，所以时代力量党团立场，我们刚才记者会也很清楚。好，针对这三大案，我们认为院长应该在这一次临时第一次开临时会的时候，好，就是前瞻，好，然后这个亚尼的事情，还有巴拿马，好，那另外我们也提了一个决议文了，好，我们认为说。针对巴拿马跟中国建交这样的事情，对台湾的民心士气也一定的冲击，好，所以我们提了一个决议文，好，针对巴拿马与中国建交，哈，建请立法院发出正式的声明如下，哈，
那我想决议文内容是这样：针对中国持续在国际场域企图背阁台湾的存在及限制台湾的外交空间，予以强烈的谴责。本次断交事件再次彰显出隐忍中国的路线是无效的。九二共识更非台湾改善国际关系、两岸关系困境的万灵丹。第二，中国不停地对国际宣称两岸关系为内政问题，并持续打压台湾参与国际社会，剥夺台湾贡献世界的机会与可能性。中国政府此等打压、矮化其他国家的各种行为，都一再破坏民主国家的交往原则。国人对此均感到遗憾。值此时刻，国人更应一致对外，共同向中国表达清楚的立场，以争取台湾的国际空间。第三，面对中国在国际关系场域持续对台采取强硬立场，政府必须检讨现行的外交策略，加强与友邦及各友好国家的实质交往关系，同时巩固认同民主自由价值的核心理念。是指使国家外交挫败之际，人民就是国家最重要后盾。本院应尽速完成公投法补正，落实还权于民。台湾人是民主人，是自由人，台湾人民要决定自己的未来与前途。那针对这样的决议，我们认为应该团结一致对外。可是我觉得立法院代表民意也应该有一个比较强烈坚定的立场。这是我们的提案内容。当然这个是透过我们这样一个协商，内容是可以修正的。那我们认为说事情这么多，就是说执政党党团这边是不是真的好好考量一下，如果院长不来院报告啊，这个临时会是不是真的可以这样子推动下去？这是时代力量党团的立场的。好，好，来，好来，李委员。院长，各位先进，几个问题了哈。第一个，针对国民党所提的有关巴拿马的事情，当然我还是不太懂这个逻辑哈。不要召开临时会，但是要总统到临时会来报告，这个逻辑怎么来？但是我们要讲的是巴拿马要断交，从陈水扁时期、马英九时期讲到蔡英文时期，现在好像看起来就是真正落实。但是最重要的是，面对这样的问题应该全国共同来面对，那全同共同来对外。所以我们跟时代力量主张一样，我们认为临时会可以把这个列为共同声明，我们也欢迎国民党来加入，我们发一个立法院大家都同意的共同声明。那对巴拿马断交跟前一阵子的 WHA 最该谴责的是中国，最该谴责的是中国，我们共同来面对这件事情，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谈到年改的部分，其实年改讨论到现在已经十一个多月了，讨论过十一个多月了，所以绝对不是像刚刚廖总长讲说仓促成军了。那我们也希望在这十一个多月，国民党应该早就准备好国民党的版本到底是什么，对年改的基本态度是什么？那这么全国都关心，希望能够尽速解决的年改问题，如何在这次临时会处理？这个要看各政党的智慧。那我们作为执政党，我们当然承担，但是更重要，我们希望国民党能够对年改的问题充分表达你们的意见到底是什么。第三个谈到前瞻，前瞻其实大家多多少少有不同的意见。但是这些不同意见看到现在都止于什么？都止于哪一个项目的讨论？哪一个项目的讨论？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第一次临时会讨论的是特别条例，而不是特别预算。特别条例这些项目都包括在里面。如果各政党认为说有必要增加项目，我们也可以再讨论、再协商。但是前提是必须召开临时会来处理这件事情。那只有特别条例通过以后才有办法进入特别预算。好，那根据预算法的规定，特别预算院长本来就应该来报告，院长本来就应该来报告。好，那其实我要讲的是，包括我们的会期合不合理，包括行政院院长什么时候来报告，其实宪法都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如果要调整这样，我们必须透过修宪法或者修法的目的才能够达成。那我们现在认为说，包括年金的法案，包括前瞻的法案，这都是对国家影响甚为重大的。那巴拿马的案子，我们当然可以在临时会里面发表一个共同声明来谴责中国。我们也欢迎国民党的加入。以上报告，谢谢。我补充一下了。好，来，那个柯总，有关于巴拿马的问题，我认为现在我们就可以做。
我们现在各党都在这里，我们就马上可以发表联合声明，啊，那我是觉得这个等一下大家应该来谈论一下，这个比较啊实际一点。至于要请总统来做国情报告，哈，我想很清楚嘛，你临时会反对临时会，何来总统来立法院呢？所以我们巴拿马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不幸，而且我们长期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这是几国一致要面对的问题啊，要团结一致，而非在这里哈，我们在讲要活动啊，这个比较实际一点的哈，我们等一下来发表共同声明，那个内容可以来大家互相来吵你也都无所谓哈，但是我们要展现立法院大家的一致立场，这是很重要。第二点，关于这个刚才廖总所谈的，年金有什么好急的？不要说已经在立法院讨论11个月了，年金经过3任的总统，哦，即便在102年第一次临时会的时候，马英九执政时期也是委员会没有开完，到第一次临时会也排进的年改，啊，哦，这个立法院有记录，大家很清楚的，年改势必要面对。那很清楚，这个整个年改假如不改的话，整个基金破产，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已经到没有一个人可以回避的时刻了。至于刚才李鸿金所谈的哈，就是说整个不管年改或是正在年改也罢，以及这个前瞻的条例，我们他说希望大家能够朝野能够来协商，大家来面对这个问题。我个人，我们党团也是非常赞成，就是说，大家共同来好好面对协商，版本内容何其复杂。他们民进党党团昨天也提到，委员长只是提出来的，那有部分当然我们要听各界意见以及朝野各党团的意见，大家来共同来协商，这是我们在临时会基本的立场上面是在这个立场。至于说临时会已经常态化。除非修宪啊，香港68条、69条规定很清楚嘛。那立法院的开会只有2月到，只有两个会期嘛，各3个月而已啊。那我们是二月到5月底嘛，9月到12月底。当然，以现在立法院的状况，处理国家这么多大事情的话，临时会召开势必难免。啊，这个第二届全面改选以来，一直碰到这个问题。也不是说故意不开会，投到临时会再开。我们在正常会期里面，大家都知道要处理的法案和事项太多了，所以这个问题是已经除非要解决的话，除非是修宪啊。那这个时刻，当然对于时代用所谈的内容以及次数，好，那当然我们今天第一次临时会，我们已经提出我们的时间。啊，时间和这个内容很清楚了。至于第二次临时会、第三次临时会，我们当然为了整个年改以及前瞻，以及未来可能要面对一些啊，我们必须要处理的事项啊，可能包括驻转、监委同意权等等，这些大家都，我想大家心里都有一个底啊。那是等到第一次临时会以后，我们第一次临时会就 focus 在这个地方。之所以切成三次，当然。有它的必要性，好，那我们在媒体上都做说明，大家都很清楚了，好，所以我在这里还是在主张正式临时会，我们大家还好开，就如永恒军委员、金民党总召、永恒军首员，大家坐下来好好协商，面对国家的共同未来。以上报告，好，来郭东兄 ，OK。因为我先举手，那个姑娘，我先没关系，那我想再简单的回应一下刚刚各位对我们又反对临时会，然后又要提案在临时会来邀请总统这件事情，道理很简单嘛，我们就是要请他来，我们也知道执政党就是一定要开嘛，但是我们是反对，我们反对没有用啊，你们就是要开嘛，一定会开嘛，对不对？但是我们的立场是反对召开。哦，我们反对召开。那其次呢，对于这个总统邀约的事啊，我们会正式的来提案，要临时我们马上会完成。好，
那么至于这个目前所希望能够联合发出声明啊，基本上我们可以同意发出联合共同的立场的内容的声明的。如果立场不同，那当然我们就不会签署相关的这个所谓的声明书。我要强调的是，每一次我们发生的事情都是发声明，那个是狗吠火车了，哦，一点效果都没有。当然，或许外面会多一点了解说，说中华民国又被打压了，台湾又被打压了，可能会这样子而已。但是于是没有什么帮忙。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我在强调，我同意那个时代力量所提的第三点，就是要加强嘛，这是政府要检讨的事，政府要做的事。立法院作为一个国会议员，只是监督政府去做。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强调了，政府该做的都没有去做，才会发生今天的这个事情呢。这个逻辑是这么简单嘛？如果我们越过监督政府，要求他们来做报告，直接发了声明，我是认为是没有什么效果了。那么至于这个会议会怎么开下去哈？先看执政党怎么表达他们的善意了。真的，如果还是一例一休的方式的话，我们会用一例一休的方式来面对。刚刚柯总召讲得很好，好好谈嘛 ，OK，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如果可以好好谈的话，那我们就好好的谈。好，我讲到这里为止。我们现在先处理几个程序了这个共同来发一个声明。对，我知道，但是我先程序处理一下。如果说这个民进党党团支持嘛，那国民党党团也没有反对嘛，共同发声明就是内容是第二阶段嘛。如果大家愿意再来讨论内容嘛，内容好。如果以时代力量现在的几个条文我们来做修正，那国民党也可以来修正啊，还是说国民党也可以提一个声明稿，一起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啊。好，那这样子我们就休息个10分钟20分钟，让大家都拟啊。如果有党团不愿意，那这个讲到最后大家不愿意没有用啊。好，这个廖总召，我的意思你懂吗？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愿意共同发声明稿，那哪一个党团来拟，大家一起来修正我觉得这个都可以谈啊。但是就是说，基本上要不要发声明稿就支不支持发声明稿，这个各党团都有一个态度啦那李伟，刚才李总召他有说他尊重我们党团的意见，他等一下又会回来。那现在就是说，好，大家愿不愿意来发一个共同声明稿？如果愿意，我们再来讨论内容；如果不愿意，我们讨论也没有用啊。要不要？先讲这一点啦要不要？我没有办法直接讲说要不要。不是看内容，有内容。不是啊，内容也可以，不。那不是，那如果说由国民党党团里面来草拟内容呢？不，对，就是说如果愿意那大家几个请民进党啦草拟一个内容，然后如果大家愿意发共同声明，草拟内容才有意义嘛。如果有党团不愿意，那就各自党团发声明了嘛那现在我就是在处理这个，要不要发共同声明嘛？要的话，我们再来请各党团草拟内容嘛。不决定，我们怎么开下去？休息一下。我们要研究一下这个事情。好，要休息多久？要休息多久？那我们就不要太久了，因为太久没有意义了。那第二第二，我们对于召开临时会这个议案，国民党是反对嘛？所以这个就算
学商没有共识嘛，是要这样子吗？嘛，这个要这个也是要处理的问题啊。嘛，清民党他是支持哦，他支持哦，他是支持，但是内容大家要有讨论的空间啊。这个当然民进党要回去要党团要讨论了。临时会，对，临时会，清民党是说，如果这个程序上一定会召开，所以基本上他当然反对也没有用了所以他们就支持，但是民进党党团要带回去，能够针对内容能够做一些修正，我觉得时代力量大概有这个意思嘛。好啊，现在国民党同不同意召开临时会，这个就会有我们协商有没有共识这么一个问题啊。10:30好，你这个要好这样子啦10:30我们希望这个能够有一个明确，我们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啦所以要不要然后共同声明，如果可以，那你们就赶快草拟那个草案，爱请民进党也草拟一下。那亲民党能不能有意，还是说你们尊重，还是你们也要草拟？我们都没有意见。那我们10:30，我们就针对要不要？好来，休息之前我真的对不起院长，来没关系。休息之前我想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声明的事是不是恳请各位总召考量了？对。我想应该一致对外了。那第二个是关于临时会内容，我刚才也提了是不是也请执政党党员这边考量说，分段谈不如一次谈清楚，三次都要哪些内容了？那你也谈到说处转也可以考量嘛？对。那其实是不是可以把这个程序不是分每次谈？那第三个也是恳请执政党党团考量，就以目前的情况院长如果还是抗拒不来。就是我讲院长是临权啦我当然知道预算的时候他会来，可是我一说在之前还有目前这些争议是不是可以执政党考量一下如果院长来报告是不是更有助于整个临时会的开案？因为你不要讲巴拿马人家都已经到总统要来了，那你还有这个亚尼的这个事情啊，前瞻的内容的问题所以我们这边就提是不是在第一次的时候院长其实就应该到院来做报告，这样。这里我想也不需要你现在就回了，我就说我你讲话不回走可以。不是啦，我10:30要再开嘛。我只是在恳请做。你既然讲这已经。来，请柯总召，当然要回啊。来以后再讲一讲，我们不能讲话了。来，柯总召，没关系啦，我了解你的意思。我没有任何要跟制造不愉快气氛的意图了我是很恳切的讲了。实际上在提所谓到院长 来做前瞻报告在修委以前的会期也在院会提过很多次，我们都基于同一个理由啦，大家都知道前瞻在委员会我们党如何来抵制，可以说用尽所有的方式，敲打鼓泼水撒面粉什么都来了是无限制的修下限，根本毫无论述，他只要是要反对而已，他的反对后来我们跟他协商过，包括少子化，包括这个食安，包括我们主张的这个人才培育包括青年就业，我们都愿意拿进来，也包括监督机制我们都拿进来也就是说整个前瞻是分四期，这个四期第一期是到明年底而已，然后第一期完毕以后我们还主动修法要行政提出检讨报告来立法院报告，这是滚动式的，真的有问题的我们就把它拿下来，这是面对的唯一一条条文不一样，就是说8900亿改为一期4500亿，这是国民党只有在这样一个主张，这样的主张反而是什么？反而是更没有监督，他一期就给你4500亿，毫无监督机制。那国民党逻辑是错乱的。那今天又讲，那他们版本里面也有一兆的，比如说许正伟他是一兆的，黄昭顺也是8900，对，也有九，
9000多亿的，孔文吉9050，所以国民党整个对前瞻888年改，它是一个反改革一样，尤其年改啊，那这个事就是要如何拖垮执政党，让政府整个施政不能往前走嘛。那今天国民党对前瞻又讲说，把轨道计划拨一部分到治水，维持8900，所以他是逻辑跳跃的，而且啊，他随时就是一直挑衅你，反对你。至于外面有一些批评和指正，当然我们都很了解，啊，指正本来要面对要承担的，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到时代向朋友提出所谓要来院长做报告，法案从来没有院长来做报告的，哦，预算送进来，第二次临时他自当会来做报告，啊，做一特别预算的报告，这是很清楚的这个宪法规定，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我很恳切跟永明讲哈，你这个论点我们听了很久了，哈，并不是不重视，有啊，照规定来，照程序来，我们一一来面对，这是要理性谈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之间也可以理性谈。那至于说整个 package 来谈，第一次临时会能不能顺利以后啦，未定之天啦，要靠大家的努力，要协商。国民党是会采取全力交出北格，怎么我只是提出我们概念性的想法而已。即便我们在党团会议，我们有些党团成员也提到，哦，哪些法案有个别比较 care 的，提出来，我们都以相同的答案，啊，第一关都还没走完呢，啊，我们安排第二关、第三关都要怎么，大家都要加码，都要放进来。现在重点是第一次临时会能够顺利完成以后，那是最在我们来讲是最重要。包括我们对党团成员讲，我刚才讲说促转减为同意权，我想这个同意权行使大家都很清楚啊。那促转，我想时代向朋友也很在意，啊，只是要一次朝野协商，那我们就马上可以处理，这是大家一定有基本的共识的问题。但是这些我们还要经过党团会议同意，不是我在这里能够很具体回答你要答应什么事情，啊，实在很抱歉。好，这样子啦，哦，我们大概四个党团都已经表示意见，我们10:30，啊，10:30，啊，哦。那我们10:30嘛，好，没关系，我们是10:30休息30分钟，好，没关系，我们30分钟之后哦，10:30我们再啊，请各党团啊，那就针对要不要发共同声明，以及针对啊临时会的相关议题，我们就要做最后的决定啊。好，10:30，那我们在我们可以尊重等待，啊，10:30，好。
好，这个我们已经正式取得国民党党团回应啊，他们不愿意共同针对巴拿马断交事件共同发表立法院的声明。那么我们就请各党团呐啊各自就针对巴拿马这个断交事件。由各个党团自行发表声明。要讲一句话。那么好了，我对国民党今天这样的行事哈，表示高度遗憾与谴责。高路委员呢？好，那么我们议程是这样子啊，议程是依照我们宪法跟立法院组织法的规定，要有四分之一联署，还是总统知情召开？那民进党党团是依照四分之一联署，所以有提出这么一个临时会的一个提案嘛？那这个提案没有办法有共识，所以我们就要召开谈话会，这个是依照后来。好，那么我现在就跟党团来宣布啊，因为本日各党团未能达成共识，我们定于明天上午九时召开谈话会来处理临时会相关事宜。好，九点啊。好，那我们就宣布协商到此告一段落，谢谢大家。好。